拯救孩子脱离便秘，爆米花竟能立大功。只要是一感冒或者是发烧，他第一个症状一定都是先喊肚子很痛。我就会买石谷米，然后加地瓜、洋葱，做成排毒杂粮粥，可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。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没想过，就是爆米花，因为它本身是杂粮，然后它有油很多，吃了以后又很渴，又是喝水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